吃完了，吃完了。走到走到。泡了半个钟头，终于快要出发了。然后我掉了。Thank you.现在9点钟，要回程了。刚骑了92公里而已，还有剩下310公里。回程，北上都是逆风，可能下雨也到。刚刚来的时候，时速平均30几哟，这回去有23、20就脱胶了。那因为越接近中午那个北风就会越强，所以现在9点钟了，赶快出发。帅哥，你的屁股还撑得住吗？作战失败，我以为磨了。以前金庸不是有什么什么断续膏？没有，一样屁股痛。这叫做这时候来验证这句话，叫越挫越勇，越挫越痛。太勉强，我觉得太勉强。没关系，你看你要不要再骑？不管你，我走边，感觉也不
那三哥已经屁股已经快要到了极限了，现在才400K，应该完成了五分之二，跑了150啊，150对，还有250，这个时候边界 IB KPI 不老，换上墨镜 ，Yes。我们看，再撑个，再撑个公里，再看看吧，撑个就。加油！400K！哎呀，看，告诉你，口袋东西都不是没带。我也是要去骑400K，但是大家都在劝我不要去，路太热了，对，太热。先把永安再说吧，先把200K结束，不要再犹豫犹豫。谢谢。现在已经在新路乡的乡间小路，啊，200K 快结束了，哦不，我的第一个200K 快结束了，哎，时间是1:49，啊，加油加油，迎接第二个200K。来到400K 的起点那补给站，这个是就是第二个200K，很累很累，已经2点多过了，用9个小时多一点完成第一个200K。那这个赛程是27小时。换句话说，如果这样不介意骑超过一天的话，还有1/3的时间可以骑。加油加油加油！